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用这件事的胳膊？不要了！你们不要伤害他，他只是发病了而已。我说小玉嫂子，大力这回发病这么严重。 再不制止他，那是要出事的呀！是啊，是啊。 相公，我是你的娘子小玉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醒醒好吗？你快点醒醒啊！相公，我是你的娘子小玉啊！你醒醒啊！醒醒啊！ 没事，你醒了就好。对不起，兄弟，你这回的病发作的挺严重的，那以前发病嘛，起码神志还有点清醒，这回连我王胖子都不认识了。就是啊，我有没有伤到你？没事没事，我明天上山采新药，给你们疗伤。对不起。哎，丁大力，你就别忙活了。 你这怪病啊，每个月都得发作一次，说不定下次又把东西打坏了。我们大家受点委屈没关系。对啊，哎，村长啊，现在到处都是瘟疫，不如等疫情过了以后，让小玉嫂子带着大力哥去找郎中看一下。远亲不如近邻，我打伤你们，你们还这么关心我。我丁大力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客气，你客气了。<笑> 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